美国万象读书这集，大家好，我是伍秋峰。最近我听到一个留言说，如果你从高处跳到史莱姆的头上，不会受伤，不会有摔伤。拜托各位，不要因为跳到史莱姆方块上面不会受伤，你就说也可以跳到史莱姆头上，好不好？秋风在还没测之前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虽然我也不会跳到史莱姆头上，不过我们就来测好不好。 1.13.2 目前最新版本，秋风开了一个全新超平坦地图，在这边立了一个柱子，这边是保证可以摔死的高度，不相信我就摔给大家一次看一下，保证会摔死的高度。我们就是要在这个高度呢，在下面放一堆史莱姆，踩到他们头上。史莱姆已经开始在追我了，哎呦哎呦，不要追不要追哦！然后踩到他们头上，看会不会有摔伤，看会不会有事，就可以知道史莱姆头上到底有没有事。什么鬼测验啊，刚好虐待自己。下面的史莱姆军团已经就定位了，这么密的史莱姆数量，应该绝对可以踩到他们的头上吧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看应该会更明显。秋风要去了，来了，哎，死了。什么东西啊，其实我刚才测了一下，刚刚那一次摔根本就不知道我有没有踩到史莱姆头上啊。再来一次好不好，下面是有的哦，有，来了来了，哎，等没有用啊，史莱姆的头硬的要死。秋风，我第三次测试，我用这个角度看好了，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很明显的，没有，死掉了，三次都死了，慢动作重播，再看一次。看来这个留言真的没有什么可信度可言呢。你以为真的都在史莱姆方块上面跳跳跳跳跳跳跳哦？史莱姆的头跟史莱姆方块不是同一种东西啊，各位。没关系，秉着实验的精神，跳完最新版本，我们跳古早一点的版本好不好？秋风目前呢所在的版本是 1.8， 史莱姆方块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。我相信一定是大家跳到史莱姆方块上面没有摔死没有摔伤，才想说哎，我是不是跳到史莱姆的头上也不会有事。所以我来测试 1.8 版本好不好，史莱姆方块刚被塑造出来，我怎么觉得我又要死了。拜托了史莱姆，我要跳下去了，我不想死啊各位呀、yeah! 死了，我100%落在史莱姆的头上吧。哎呀，又被骗了！跳到史莱姆的头上，到底有没有伤害？那个应该不用我再说了吧？这个就是破解留言，破解好不好？那个虽然秋风觉得这个留言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测的地方，不过秋风死了这么多次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如果你们还听过什么很神奇的留言，欢迎留言在下面。秋风看到很有趣的就会来测看看。我们今天的都市传说大追击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可以不要再测秋风去死了吗？